钥匙把瓶子打开，然后这个钥匙倒进去。眼睛不要碰到这个钥匙啊，然后把瓶子再拧上。我们这个是有两颗接头的，一个就是呢，这个接头啊是可以配我们的真空泵用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孔压机的，就是放进去直接打压就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有现成的，是自己有个抽打棒，然后就配这个接头，这个接头上去，然后给它这边螺纹给它拧上。好，然后我们给它打压，打压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能超过8公斤的压力了，不能超过8公斤啊。那这么点，不是这么点，这个表啊是一个阀门，现在是关闭的，然后我们给它打开。压力不能超过8，我们现在真空棒给它打压。好，你看，对，清洗的话，这个气门芯也要拿掉的，是制冷剂都放空的情况下，然后用这个头给它堵进去，用这个开关按就可以了。